见了。它会自动消失是不是啊？可能吧，是放太久了会不见。哦、是不是又有食物又来了？哎、啊，双火把食物来了，双火把食物、啊、哪里？双火把食物。等一下，我停个车哈，停个车哈。他镜怎么在上面？我在偷看呢、啊。他要取经啊！瞭望兵就是你了，这样。瞭望兵。哎，我先停个车，我先停个车。今天会开到几点？无极限哦。无极限。我那七彩霓虹灯，它就闪一闪一闪的。在哪里？哦，看到他了。哼。哎、欸，我们这附近好像也有哦，家里附近好像也有。你们放暑假，我们也放暑假。剩一格血，剩一格血。他很痛是不是？别去戳他，他说死，说死，说死，说死。好，好，那交给你们就好了。好。啊，他死，他死，他死，不要念诗，不要念诗。没有。我们要确认他有没有死。对啊哈。对啊。打仗都这样啊。哈哈，要再补一下。他怎么特别帅啊？他怎么特别帅？对啊，他的武器有两把吗？谁特别帅？繁星，恢复理智啊，繁星！这个已经没有理智了吗？什么繁星怎么了？就这个超帅的，你们快来看啊！啊，你看一下，看好几百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到底你是繁星还是不是啊？不是我恢复理智的问题哈、哦，这很帅啊！欸北京啊！哇，你是三零四爷爷做越大要开业了，开业了，看起来是有赚钱的哦，开业了，这餐厅有赚钱了，装潢变好了、哦這個，这个真的很帅，这不是理智问题，所以这边可以那个吗？这是内用的地方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内用的内用的，好猛啊、哦！这万圣节是不是？怎么差的啦？哎，这玩意怎么弄的、啊？好猛、啊！进去看得到吗？我就把尸体往上丢上去就这样了。好溜！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你家有脚啦，把脚砍掉嘛、欸可以！可以睡觉了，可以睡觉了。啊，可以睡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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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。好，在影院门口前面那间。我把停车位盖好了。耶耶、yeah yeah ！我还是要先去树团团家，不然我没地方睡。可是要从旁边跳、哦，因为我的楼梯先拆掉，我要重盖。哦，可以改颜色耶，我蓝色的。对啊。你说门哦？我也改蓝色。没有，你看那个标记变蓝色。有啊有啊标志啊，房子的标志。哦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在拆墙。哦，我上去，我上去。哇，好困啊，好困。奥坤，奥坤，一个脚插在房子里面。你应该先把他脚砍掉。哎、欸，这是石头墙，好难拆哦，我拆掉了。我怕砍到房子。把这树砍了，可以把它挖下。又长出来了。啊，算了，不要。太像度假村了，不行。很棒啊，超棒的。没有，我说这两棵树太像度假村了。一早醒来又……哎、欸，会不会打扰明我、啊？哦，没事，没事啊。这楼梯应该就走了上去了吧？感觉是走了上去了。好了吗？那我帮你放啊。应该是可以的，嗯。希望啦。哲平砍的是弥撒。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你什么都没听到。没听到啊？你说哲平砍的树啊？干嘛？那你根本就故意问心。我看你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？怎么可能呢？哎、欸、哎，家人，里长要征收物资啊！你在那边，头也烧太久了吧？骗我吗？哎、欸，他那个弹弓有一个是胶带吗？还是什么？弹弓到底在哪里啊？就是你木棍，你拿木棍去合，有一个Y字叉什么？我也来看书。好像可以弄弓欸，你们要用弓吗？好啊好啊。你说弓不准吗？弓好用吗？不好用，它没有准心。嗯，布，然后木棍，还有个什么绳子？绳子，它没有准心欸，对，我觉得我要去吃东西。你知道在那个拿个胶带或立可白在你的荧幕上面点一点呢、啊？奇异笔上点一点。可是它好像不是设那个点欸，它好像会随机。餐厅有食物吗？看一下。我需要吃东西了。不要把人家家里叫餐厅好。我怎么吃不了这个头啊？烤好久了哎、欸，头不能吃吧？头烤超久的，这个烧起来了。变头啊？头烤完吃骨头啊？骨头？对啊，头不能吃哦。因为啊，骨头，我刚刚烧几个小肉啦，看你们吃有我有烧小肉。
我这显示 bug， 我看到这个火把整只三只烧起来了，整只烧起来哇！哎、欸，我看到这火把整只烧起来，是哦，还有白烟点，白烟点不用耗油。我看是没有东西的，没了没了，刚刚是感觉是 bug。走，我们再去海边玩。阿基有带你去啊？然后去找海龟了吗？对啊，阿基有带你去。啊，我也想去，可是我还没盖完，赶快把它盖一盖，我就要去。阿基来。我血量好少。我要怎么回？不知道做浆果还是什么那个吗？那我去吃外面的看看。野果吃野菜。对啊，路边看到有吃一个。我家好了。繁星在。树倒了，差点，啊！被压倒白痴哦！我倒了，我压死了，是你倒了，杰瑞倒了，就会被压死哦！起来了，会受伤啊！压到会受伤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走啊，就我后面，就是海龟的位置。我的血，哎、欸，我楼梯什么时候好了？那个我帮你盖了一些。哎、欸，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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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树倒了、欸，救我！我的门把我卡住了。可以来帮我一下吗？哎、欸，家里附近有那个灯吗？有什么？有食物。好，哎、欸，小雨你过去是不是？我这太高了。好，没看到。我们去拿雪橇。这边真是关人陷阱啊！竟然是五个。哎呦，我看到五个。对啊。等一下，出去。哎、欸，所以有陆龟是不是？跳一下啦，跳一下。有陆龟啊！哦，它是难怪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刚刚看图鉴说有陆龟，他很开心哎、欸，看到我们家很开心啊！欢迎来啊！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啊！死了！哎、欸，又有一只乌龟了，又有一只乌龟。来，哈基走，海龟头来了。有两哎、欸，有三只乌龟，真的这边超多哎、欸，这里超多乌龟的、欸。大家要的话，也可以拿很多龟头回去。你要加个海啦！海你要加陆龟头，陆龟头或海龟头，属你。这形容的呀，又有雪橇啦！对，然后自己捡一下，然后一个人只能捡一个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哎呦，查到了，有了，错。拔龟壳，哎、欸、天啊，我拔到什么？拔龟、啊、肉回来哦。对啊，有两块大的肉吧。啊，龟壳可以做集水器，我们有做一个了。我们好像有，哎、欸，我们做了吗？有做一个。对啊，已经做一个了。哎、欸，可是不是在哈基家附近吗？有哦，有看到。哎、我们有做了一个。没下雨啊。这里还有一个。哎、欸，哈基帮忙捡。还有可以打哎、欸。还有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所以你的龟头不是海龟头就扔海边了。鸟头哎、欸，我鸟头哎、欸，鸟头，真的假的？又头哦、喔，真的、啊？哇，你带回去啊？哈基你的鸟头，哈基你都各种头哎、欸。借我玩玩看，我要看。鸟头啊！我要玩一下鸟。表示我要玩一下鸟头。借我玩玩看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要看谁了？我觉得你的比较可爱、欸。你的比较可爱，嗯，真的啊，我带回去给你们看哈基的鸟头。不要，我不要看。哎、欸，所以这拿不起来是不是？好怕、啊，挺奇妙的，不看一下吗？真的挺奇妙的。那个借过一下，我要停车，我要停车。没了，嗯。我要等它降落再打它。那它到土里面去？你说什么鸟吗？对啊，它在空中也可以戳得到。不好戳而已啊，嗯，那个戳到了，戳到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们已经出花去海边了？对啊，出花了，出花了，没有你来啊？你在笑什么？怎么那么开心啊？他在拿鸟头对着我笑，有点呛，这有点呛，鸟头好短哦，鸟头好短、啊。被笑了，好原来是因为太短了被笑了。哇哇哇，好难过，好难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看什么、啊？动物图鉴吗？动物频道。好像有树，那个海，那个是什么？海龟头，海上的那个木筏子。
对啊，那个叫木法吗？对啊，那叫木法。竹筏，木筏，竹筏啊！我要先吃东西，我饿了。吃东西完再去找你们。我们刚那个叫做刺西龟、欸，真的啊，它是近朱者赤的刺啊，那刺西龟。对啊，西龟就是那个绿西龟。绿西龟那个西龟啊，你们真的是哈？现在主要木头是不是？对啊，砍木头，砍木头，砍木头吗？我搬，咱搬木头过去。你要搬来海边哦。我搬两根过去，好了。我现场砍，等一下等我搬过去，两根。一个在玩鸟头，一个在喊。我没在玩了啦，我在砍木头了啦。鸟头、乌龟头、木头、树干砍掉了。回来，糖糖你看，糖糖你看，快快快！好可爱哦、喔！阿基来喽！好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会压到死，会压死人。可是我觉得你的这个人的样子好不可爱哦、喔！我不知道我人长什么样的，好变态！一个类似中东戴眼镜的大叔。对，然后你在那边拿着鸟头说：“好可爱哦、喔！”是不是跟他弟长一样？有点像那个、啊《三个傻瓜》里面的、啊。哦、欸，对，我要来做长矛。你说长矛只要两个那个棒棒就好了。你在做步伐吗？对啊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，烤小鱼肉喽！咻咻咻咻咻咻，完成了，有了。你要上来吗？我看一下前面那个岛，其实有就可以了。嘿咻，我也要。你们在哪里？我来了。上不去，我也要过去。嘿咻，我们一起出发。阿基需要推后一点，我推一点。我不知道怎么控制欸，这个怎么控制啊？你要不要先转头啊？旁边不是 NPC 啊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伙伴，旁边是伙伴。那个没 ID 的是 NPC 没错啦。没 ID 的。还是还要做奖啊？他有奖不是吗？他上面有奖啊，可是就不知道怎么。上面有奖，有奖吗？等一下可是做那个，我们是要滑去哪？我们想要就是他他那个有一些小孤岛啊。哦。你去看探险一下。我要不要？我来了！有在往前吗？没有，我们在原地啊。啊，繁星在更远的地方。左键右键，左键右键。耶！我要搭船。我游过来的啊。又有落网了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。这可以改造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不会？为什么会掉下去？为什么？没上来吧？我有战斗啊。没有判定到吧？欸、好了，走喽，那边没什么东西啦，那就更远的地方啊。对啊，哈基走了，我们出海了，我们出海了。小雨要不要上来啊？在哪里啊？很远吗？还好，就海龟的地方，海龟的地方。对，跑一下。你们有办法回去吗？这上面，等一下，要不要再拔上面生火、啊？我盖了，来放物资，放物资。不然很冷，不然会冷啊。先生火，然后就整个烧起来了。就是我们这样点的，会不会隐约会烧、哦？会有人烧起来哦。欸、点漂流木咯，还好。要扩大，扩大了，要扩大了。这可以扩大吗？怎么扩大可以啊？干脆盖一个房子，然后滑出去不就好了？这有办法吗？不行吧？小雨附近有野人的声音，对，附近有野人声音。先不管野人了、啊，来吧，来吧。我快跑到了，快跑到。等等等，我来了。这什么盖？等一下，哇，这盖不起来吗？好可惜哦。等一下那个谁借过一下，翻译借过一下，我看能不能盖。你往你右边走，右边走。我们边边看有没有办法。盖大木筏，有大木筏。来了。有大木筏，那赶快砍木头啊！还有大木筏吗？不然盖大木筏、啊，这个小木筏好小。小木筏可能不够，我们全部人。对啊，大木筏好了。这个这么大、哦。啊太大了！你还在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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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大木筏也太大了！大木筏要54个哎！来，砍木头喽！砍木头！我们屋子都不成问题啊！把车推过来，还在那个坐那床，还坐那个船屋啊？船屋？船屋吗？可是船屋不能游吧？船屋可以游吗？知道。好，大木筏，木头比较多，好像可能比较多，比较大。哦，你说当大木筏不是二楼是 NPC 啊，是 NPC， 是野人，不是真人啊。对，不是真人，真人我们不能这样玩、啊。
如果是其他玩家，我们就完蛋了，被打爆。对啊，真的，我们已经被打爆。如果工会战了，为了度假小屋，就是另外一款。度假小屋工会战，度假小屋。码头太累了啦，还要盖码头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往那边打。白金，白金，白金王爷。哎、欸，什么事？搬木头，搬木头，搬木头。来去吧，去吧。我在想你会不会砸到？他是不是还要树根呐、啊？有，我去用树根。木棍，树根。嗯。想说，如果船屋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上面盖椅子啊，然后就有乘客的地方。